桂园今年热带水果大丰收，荔枝、龙眼都卖到了比以往便宜的价钱，不少朋友已经尝鲜。但是说到龙眼，小编想和大家啰嗦几句。龙眼肉甘甜爽口，人人都爱吃，而且中医更认为其有补益心脾的作用，是滋补的良药，就更招人喜欢了。特别是广东人特别喜欢用龙眼肉来制作汤膳、甜品。但是医生提醒了，有几类人群可是吃不得。两类人群要慎吃《本草会言》说，龙眼甘温而润，恐有滞气，如胃热有痰有火者，肺受风热咳嗽有痰有血者，又非所宜。药品化一说，龙眼甘甜助火，亦能作痛，若心肺火盛，中满呕吐及气各郁结者，皆宜忌用体内有火者少吃龙眼，是属于甘温滋补之品。中医认为甘甜之物都会补益助火，所以有胃火、咳黄稠痰或咳血等肺热咳嗽、口干、盗汗、口腔溃疡等阴虚火旺的人群都不建议多吃，以免火上浇油，加重病情。糖尿病人少吃龙眼，口感甘甜，里面含有的糖分也是比较高的，如果糖尿病病人吃太多的话，也是可能会导致血糖上升，从而影响病情。所以对于一些糖尿病患者来说，是极力不推荐吃龙眼的。桂圆的功效虽然有内火和糖尿病患者要慎吃龙眼，但是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，龙眼肉还是个滋补的好东西。龙眼营养丰富，历史上更有南方桂圆北人参之称，古代很早就运用到食疗当中，在《红楼梦》一书中更是多次描述宝玉喝桂圆汤来养心安神。千百年来，龙眼以滋补气血、益心补脾为人所知。其实龙眼还有很多功效还没有被人发现。龙眼可以补脑，龙眼是易经中第一补脑的灵丹，每当疲劳熬夜用脑过度时，立即煮一碗龙眼水喝，或者煲20-30颗大龙眼吃，脑子就能恢复清醒。龙眼肉可以提神，现在年轻人生活节奏快，熬夜多易损伤气血，导致精神不支、头脑昏胀、身困乏力等不适，甚至可能影响到工作的正常进行，适当吃点龙眼肉也不错。龙眼肉能够补脾生血、安神定志，有助于精神的恢复。龙眼肉可以解蒸冲，龙眼肉经常用来解惊悸、蒸冲、惊悸、蒸冲是反映心神不定的症状相近的病名，一般人很难区分清楚心悸蒸冲之症，主要原因是心血不足，而心血不足往往是因为劳累、思虑过度引起的。而龙眼肉类甘性平，微温，归心、脾、胃经，有补心脾、益气血的功能，对心悸、蒸冲尤其有效。但龙眼肉毕竟为温热之品，凡外感湿邪、痰饮胀满者不宜食用。龙眼还是女性吃，有的妇女月经淋漓不断，起因是脾不统血，无法控制血液了，症状脾气虚弱不能摄血，则血不循经，多见于慢性出血的病症，如月经过多、崩漏、便血、衄血、皮下出血等。膳食推荐01桂圆炖蛋，取鸡蛋4个，清汤3饭碗，去壳纯桂圆肉干2大匙，将桂圆肉干用温水洗净，取4个饭碗，每碗放6到7分满的水，鸡蛋1个，1/4的桂圆肉干，再放入蒸锅中蒸约5到8分钟即可食用。如起食较甜者的，可事先多加些糖。功效：补气血、益心气、安神美容。02红枣桂圆小米粥，取小米半小碗，约150到200克，大枣3粒，桂圆干20粒，枸杞20颗，将所有材料洗净放入锅中，倒入约材料3至4倍的水，如果加冰糖可在此时一同放入，大火烧开，撇去上面的浮沫，转小火煮20分钟，至小米熟烂关火，再焖10分钟，此时粥就会变得比较粘稠好喝。功效：健脾和胃，补血安眠。03桂圆肉起蜜汤，枸杞子10克，陈皮3克，桂圆肉10个，蜂蜜1汤匙。将枸杞子、陈皮放在2层纱布做的袋内，与桂圆肉一起放在锅内，加适量水，
用文火煮沸30分钟，盛出桂圆肉及汤，待温后加入蜂蜜服用。功效，此方主要是补益肝肾，健脾胃，安心神，湿气血旺盛，以营养养内组织。